暴露，外面有切割地砖的声音。有很多人是我特意拽断的，我特别想薅出来让你们看看有多么好看。它是里面黄现在太满了，拽不好拽。它出来了还行了，几乎现在黄几乎就是满的啊。我也不知道我为啥，我腮帮子怎么好塞不了东西。你看我嚼都给前面嚼，不像人家能把腮帮子鼓着满满的，我不行，我不会那样。求你，求你，哎呀，还是折一半。这个是腮上面那个粘液那地方，你可以给去掉。